你有一副标准套牌了，想要的话还可以去牌库里多组几个哟。听着两位电话嘞，魔能撼虚空。别炸我啦！月山日长矛啊！我会复仇的！我会复仇，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。我们来帮你了。
须阻止腐化。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。听你号令，我会复仇的。我们的敌人都会倒下。必须阻止腐化。还是会把你找出来。我认输。您这两位给我嘞。谋丑，小孩子挺能。魔能喊虚空。别炸我啦。别炸我啦！我会复仇的。飞的术士，都是破绽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们来帮你的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们来吞你了。没有眼睛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时间紧迫。
我会复仇的。我该放你了。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都是破绽，我会复仇的。听你号令了，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，听你号令。虚空，你会后悔囚禁我的。听你号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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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工了。不错了吧？赢这两杯给我嘞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们的敌人都会倒下。赢这两杯给我嘞！你看起来我会复仇的。
乃万古的感觉如何？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，我会复仇的。龙王啊，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鳞。看龙王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没有眼睛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我会复仇的，完工了，我们来穿你的。戳一下，死一堆。我会复仇的，黑暗龙王，梦想降临。那个笨家伙会把宝物都藏起来了。你明白现在必须做的事吗？我会复仇的。或许生命和希望值得我们守护。
梦魇别墅，你赢了。